来讲啊，对伊安是啊影响啊，也是灾情非常的啊这个大。啊，尤其啊，伊安是出现啊15级的阵风啊，所以啊，树木啊倒去的情形非常的严重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啊，路顶啊损害的情形啊，也是非常的严重。啊，顶边啊，这个苏迪勒台风啊，咱2200帕的路顶啊，都拢修理好而已啊。啊，即马吼，啊，过来杜鹃啊，过来再次啊，给咱调整啊，啊，可能受损的情形，即马啊，拢伫啊这个清估当中。啊，咱宜果这边啊，啊，路顶损害修复啊，啊，都要500万啊，过来耗资啊，甲即个啊一寡指示牌部分，差不多嘛要150万。啊，这个树木扶正的部分要200万。啊，过来就是。啊，对于啊一挂景观的修复，啊，搁抽水站，这里嘛要超过200万，所以啊，宜果这边啊，灾后复建的经费总金额差不多要1200万。啊，对于讲啊，虽然啊，这个风台的灾情依然啊，这个在市区内底，啊，但是啊，啊，咱嘛是要用上紧的啊，这个速度来复原。啊，尤其这边啊，这个风这么大，啊，过来这个啊雨嘛落不哩大，啊，无造成啊这个人员，啊是讲啊民众啊这个财产顶头的损失啦，啊这嘛是讲啊咱啊这个应运得宜啦，啊所以啊对于啊这个民众啊伊个需要的啊这个生活环境，啊是讲规个市容的恢复啊，咱会用上紧的速度来个进行，可以完成。先灾后是先以让。